来，请到中间来接受制裁。对，但是你跳得非常好，这一轮就制裁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选择一下吧，真心话或者大冒险。那大冒险吧。啊，大冒险。那谁出题呢？怎么，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啊，你也知道我想问的是什么？你敢让我说出来吗？就是说，好，大冒险是吧？嗯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等一下再挑一个。可以，我感觉有点大事妙的那感觉。好，非常好。来，奶瓶由你来决定，来吧。然后我们音乐也可以继续放起来了，然后你喊停就可以了。对，你喊停就行了。对，不可以看哦。好，你不可以偷看哦。是该你说一下吧，挡住镜头吧。近距离只是假你，我想他的情绪都在心。哈哈，还搁那得意呢，怎么办？没事儿，那我们挑三个。好。等一下，你来喊停哦！控台怎么不明白啊？非让我把话说明白呢？待这么多年了，这点事还不懂吗？就是，我们这一期的播放量全靠这一对了。来，端着，来吧，点撒啊！控台哥哥，继续放。好，继续开始吧。起。哎，就是那俩都行，来吧。结婚已经那个了，那你们来展示一下婚后生活吧。婚后生活，就是你们俩，就是麻烦把这个抬起来一下，谢谢。是需要毯子吗？对，是需要。就是你们模拟一下新婚早上第一天醒来是什么一个场景啊？哎，我又没结过婚，我怎么知道的？那你必须接受惩罚。那你指导一下吧。我有什么好指导的？这你都不会。好吧。你不是比我更会吗？请问。什么呀？有、什么难的？不就是你们的日常吗？快点来吧。至少演五分钟啊，家人。啊，您先上。有没有被子？稍微挡一挡。我先上。请上。请坐上来。然后呢，我们该干嘛呢？该按指导安排一下。就你们平时干什么？躺着呀。
然后你们俩就是，然后他还没醒，然后你就去叫醒他。我可以给你们配个音啊，就是说，好好来三二一。配音还是我自己说？哎呀，随便老师，观众们看着前面来。你就起床，然后把我叫醒。好，来。叮叮，奶瓶起来了，看了他旁边熟睡的妻子。怎么是妻子啊？哎呀，你闭嘴。然后呢？好吧，老公。然后呢？他在想，这个小懒虫怎么还不醒啊？然后轻轻地点了一下他的鼻头。然后呢？奶瓶这个时候在林淑琴的耳边轻轻说：“小懒猪，快起床了。”听不见，用话筒说一下。我一个人听见就行。哎呦！啊，我起了啊！喵喵喵！哎呦，等一下。好像瘫痪，等一下，哎，是怎么了？还睡瘫痪了？哇！这时候，我起了。等一下，这时候林淑琴不甘示弱，把浓轩浓艳萍推倒，并把她再抱起来，像刚才的那样的方式。她要证明自己，她要证明自己，她是个一。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？躺下睡觉。然后呢，把他再扶起。好了，起来做饭吧，起来。你们真的不会离婚吗？没事没事。这时候林淑琴捧着浓艳萍的小脸蛋说：“真傻，我做给你吃。啊”两只手。你要扇他巴掌吗？我。哎，他这样。真傻，我做给你吃。真的，贤妻良母就是我。